住自己塊面啦，唔好遮住自己塊面。係，係。好，左手面，左手面。好，下面俾啲反應啊，後面。後面俾啲反應好唔好啊？是回应一下书展这个主题的，我想问一下五位，你们有没有阅读的习惯呢？我有啊。校长你有什么阅读的习惯呢？每天起身看报纸。看报纸啊？跟着看报纸。后面观众看不到。看大声。看大声。看大声。大家都知道呢，校长呢是很聚精会神。为什么其实是姚伟忠？不过姚伟忠呢就好像去了开会。咁但係頭先都有嚟嘅，我都覺得咧係好值得，因為咧五十年好難得嘅，可以大家喺埋一齊，仲要係合作咗咁多年。嗱，唔好意思咧，我首先聲明，大家都知道我做緊鼠喎，因為成日話成日做鼠，然後變咗我中鼠喎。咁啊，有喜訊啊，瘦咗17磅啊！唔知喜定啊咩啊嚇？不過anyway，我希望 keep 住啦。keep 住啦嚇，咁啊呢本書咧，我覺得咧係可以將我哋嘅友誼啦，我哋做過嘅嘢啦，兼係我哋經歷過，同大家都會有啲片段啊，會一齊分享到嘅。咁啊睇翻本書嗰陣時咧，我諗大家都即係如果夠資深嘅歌迷咧，都可能望到圖片或者我睇到文字咧，嗰個當其時嘅事件都會歷歷在目。我們用文字是記載了溫雅柔未出道之前，即是他小青金呢就是講親情的，健體那個呢就是講不知道講什麼的身邊還有你，身邊還有你這個歌呢就創作的時候就是這樣的，因為